大家好，我是思嘉妈咪啊。咁而家正值暑假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梗系要周围去就揾朋友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咧就会上去 Birmingham 咧，就住朋友屋企嘅。咁咧，因为咧次次咧嗰几个小朋友咧，净系玩嗰几个钟咧，就话唔够皮，咁所以咧今晚咧佢哋可以尽情咁玩啦。咁朋友早几日咧就问我咯，你去 Birmingham 有冇地方特别想去噶？咁我第一时间咧就同佢讲，我就话我想去龙珠冰室啊，因为私家爹哋之前咧就有留意过呢一间冰室噶，咁我哋就想去试。咁另外咧，佢哋咧亦都有提议咧，就话有一间食车仔面嘅咧都好好食嘅。咁啦，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咧就会上去就去食呢两间嘅餐厅啦。咁不如咁样啦，今集咧就一于带大家就一齐咧上 Birmingham 嚟一个未香港美食之旅。龙珠冰室是位于天天美食城里面，里面呢就有七至八间餐厅，地方呢就不算大，而且座位呢也都不算很多，这一日星期六来到都要等很久位。龙珠冰室太受欢迎了，要等40分钟才有得吃，我们怕小朋友肚饿，所以呢就帮衬埋隔离左边的金巴爹，他们呢就主要是售卖一些日式台式的美食。我们就叫了这个红烧牛肉面，它就采用了刀削面来做面底，上面也加了一些酸菜。这个就是鳗鱼炒饭，炒得很漂亮很香，味道不错。大部分主食都可以 upgrade 做套餐，就会包埋饮品和餐牌里面的小食。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盐酥鸡，可以说是我来到英国之后吃过最好味的盐酥鸡，我下次去一定会再叫回的。吃完金巴爹，龙珠的美食终于煮好了，我也都拍低埋朋友叫的菜式给大家看看。首先就是这个滑蛋牛肉饭，有狮子山炒饭，狮子山炒饭，这个呢就是我叫的干炒猪扒公仔面，很浓味，朋友就嫌太咸，但是呢我重口味就觉得非常之正了。冇乜几可有呢个动作呢一杯咧就是杂果冰治，同香港嘅好唔同噶，因为佢全部咧都系用一啲新鲜水果嚟做，里面咧亦都有好多每类嘅水果。最后登场嘅咧就系呢个西多士啦，可以用色香味俱全嚟形容佢。我觉得比香港的茶餐厅做的更好味，可能是因为呢它将个多士呢切成一小粒一小粒，所以每一件多士是更加香口的。第二日我们就来到香港车仔面，就吃我最爱的车仔面了。我对上一次吃已经是一年前在 Brighton 吃的了，在 London 呢我找不到哪里有车仔面，如果有观众知道 London 哪里有的话，麻烦在下面 comment 那里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不用次次都揸两三个钟头车才可以吃得到。 Don't feel anxious, don't feel shame.If there's a question, it can't wait another day.
don't feel like it's。終於嚟到我最想食嘅車仔麵啦！咁咧，我哋咧就一家車，我哋嗌咗三碗麵啦。咁我呢一個咧就魚蛋嘅咧，呢一個咧就係配咗咖喱汁嘅。咁同埋咧就有我朋友好耐想食嘅豬紅啦，係啦，同埋牛肚都好靚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唔辣嘅，俾小朋友。咁咧就有牛腩啦，同埋有滷水雞翼，同埋咧亦都有一個係脆皮腸嘅。咁另外爹哋呢一個咧。有牛肚啦，系咪五香肉丁啊？五香肉丁啦，同埋亦都系啦，久违了嘅豬紅。咁呢度咧好好啊，就系有咧油面啊。唔系到到地方会有油面食，咁呢一度咧就系有嘅，咁啊 very good。咁同埋啦，朋友介绍呢度系最出名就系冻柠茶，系啦，咁我哋叹翻杯先。OK，cheers。今日分享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喜欢呢条片嘅话，请大家 like share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记得揿埋个钟仔，有新片会提示你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